到这种。无垠国中，桑若尼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十一月，我们即将参加愉快的毕业旅行。往车。这路上，你不要忘了买些好的礼物，先拍照吧。因为我们旅行大部分往郊外走，现在让我们先练习一首乡间的小路。讲话。哎，可以的，这还好。应该是左边那一棵吧。出走。左边这一棵是菜衣，哪一棵是菜衣？因为大家都